放假回到了家里，感觉屋子有点挤，他妈的都是亲戚。七大姑和八大姨，明明关系不咋地，总要带上你问上几句。小的时候他们总要关心我学习，期末考试咋样，你举班级排第几，我说我是全班前五，他说得努力，我的儿子年级第二，你吹牛逼。从来就没小呀小听过，听得烦躁还不能说，你家的媳妇儿漂亮，儿子钱多，要不要给你广播，播播播播播。从来就没小呀小听过，管你啥事儿，你分那么多，混得好混得错，有没有来